皇帝年少即位，辅政国师专权，杭州城一带正式封印被毁，致使魔道猖獗，人心惶惶。由此，民间出现了职业降魔师，以收服魔道、平衡三界为己任。这几个降魔师，没有一个像好人。现在整个杭州城已经人心惶惶。 能找到人捉妖，已经是万幸了。可要了我不少的银子。还好，这两个不用花钱，自己跑来的。<笑>臭丫头，哪有香妖不收钱的？破坏行规，有本领就拿出来看看，没本领就给我滚！大叔，你放心。 我自然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先耍两招，把妖怪引出来看看。乖。不是说玄光寺会派两个师傅过来帮忙吗？怎么没见到？会不会是在路上啊？会不会怪鬼师了呢？有妖道！ 姑娘，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干嘛这么暴力吗？何方妖物，敢过来捣乱？我不是妖啊，我是玄光寺派来捉妖的。是我是我，我师傅说你们这儿出了个吃人的妖怪，叫我出来看看。切，嘿，还没请教这位师傅贵姓啊？啊，好说，降魔界。 给了我一个封号，遇神杀神，遇人杀人，人见人爱，鬼见鬼拜，改是神功大法师慕容正英师爷，这么厉害，加门加威啊！加了很多威了。嘿嘿，贫僧法号不通。哦，你是僧，为什么有头发？哎，贫僧啊，生来头发就硬，硬到连刀斧都砍不断。师傅曾七次为弟子剃度，全都失败了。嗨，既然是天意，我就决定留下这三千烦恼丝。 信礼佛，行善立德多年，为人深厚，自能逢凶化吉。哎，至于令夫嘛，做生意不老实，专卖假货，克扣工资，还欺负孤寡。这个妖怪恐怕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大师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夫君，我愿以一命换一命。这么痴情？你胡说！我们有的是钱，你要几个丫鬟，我们就买几个丫鬟，把他喂饱为止。哎，说的有道理。 天地无情，乾坤剑法。
闪开！哎，你个臭妖怪，你不是要吃我吗？我先搓个泥丸给你吃，你尝尝有没有甜味啊！臭和尚，你给我吃什么？泥丸也是我身上的一部分，好不好吃啊？我要吞了你！你吃人不是，回头是岸吧！我不回头又如何？哎呀，孩子都不救！再生一个吧。那我呢？去一个。你去射他龙尾骨。我去射他舌头。不用谢我，我救了你啊！这又扔出去了。对呀。阿弥陀佛。让我生一个儿子。哇，搞什么鬼啊？徒弟哥，师傅你别叫我哥，你叫我哥我浑身难受。人家虽然辈分高，但是年纪还小嘛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就叫你徒弟叔吧。哎，别，哥就哥吧。师傅，搞什么鬼啊？这么大排场。你的师傅他接了一笔大买卖，今天啊是周将军的夫人在求子，他在布这个金漆罗汉阵帮他祈福。洗澡得费多少水啊？喂，师伯，师兄，师伯，师兄，没事吧？那个坏人呐，不过人，硬要我顶上。师兄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当时混乱啊，不知道谁抓了我一下。哎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！师伯啊，你掉色。嘘，材料不好啊，我就不装了。要不是为了坐稳正式的地位，
是个大胖儿子，动了他纳妾的心，我才不会做个这个破庙呢。还好将军给我10000两香银钱，我只捐3000，又进账7000两。将军天天对那个死丫头春梅色迷迷，下个砒霜先把春梅毒死，绝了后患。说不定将军那方面不行，明天一早下山回娘家找表哥叙叙旧情，接个种也好啊。是吧，这个妇人心思这么多，看来周将军要戴绿帽子了。哎，佛祖教我们看破不说破，不说不说破不说破。每一次转世，我都用尽所学来研究怎么在这千千万万人群里找到我挚爱的那个人。我有了1000年的记忆，1000年我研究古今方术奇门遁甲，为的就是在命运里找到一个能早点见他的方法。蟾蜍楼真的有效，姐，鬼殿已经真的可以启动了，现在只差天山老妖的成龙。姐，你便可以看回千生百世，那就能知道金童在这一世转身的容貌了。金童，金童，你到底在哪？熟了吗？对啊，所以皇母娘娘才让我在这守着。我陪你等了7天7夜了，一刻都不能合眼，困得很。你快点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守着就好了。玉儿，我来吧，不会怪我吧？不要生气啊，我们今天呢降服了一条很凶的龙啊，我们把这条龙打的连屎都给飙出来了。刚受到佛祖的脚下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祖虎，我看你又饿又累的，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。我不累，我不累啊。我说你累就累。累的，走吧。我不累，我真的不累。金童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担心什么呢？我担心万一我们的事情被上仙们知道，那就是忤逆天庭的大罪。那我们就离开仙界，找一个3界以外的地方。反正我绝对不会离开。神违反天条，令哀家还有诸位仙家还要再等3000年。荒木，金童玉女二人虽然有罪，
但情有可原，还望你宽宏大量，饶了他们吧。两人违抗天条，若不从严治理，先例一开，规矩就不成规矩了。这样吧，皇母，不如罚他们两人贬去人间受500年，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。说到底，精通是我门下弟子，我心意已决，绝不轻判。佛祖的意思是，爱恨嗔痴俱为虚幻，百生百世弹指即过。因爱故生忧，因爱故生怖，若离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我盼玉女金童贬下凡间轮回百世，喝下忘情水，永远不得相见，立刻执行。喝忘情水，就是甘心承受劫难。凡尘俗世的众生，命运苦短无常，身不由己。你且一辈子见不了金童一面，十辈子跟他讲不了一句话，又是何苦呢？其实，我可以选择忘记，但我却不想忘记。金童，1000年5个月06天了。可是，这一世皇母，在我头上加了封印。我不知道，你今生变成什么样子。前生1000次的回眸，换来今世一次擦肩而过。新来的宫女长得可真难看。下课。小弟梁山伯。小弟祝英台。祝英台？是啊。难怪我觉得跟你很投缘呢。你也有这种感觉，那我们出去玩吧。好啊。前世1000次的相遇，能换来今世的一次相依相偎。我已积累了1000次和他的相识，能在最后一生和他相爱，重头就差你了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们富春楼啊提早了营业的时间，楼上的姑娘50个剑客了，特别推荐啊，我们的花花姑娘。花花姑娘的长得是出水芙蓉，闭月羞花。哇！你叫什么叫啊？海霞，我吃的是羊肉啊，又没吃你兄弟。小伙子，哎，这，哎，小二，客官。这个富春楼的伙计够勤快的啊，一大早就出来拉客。他呀叫何二狗，杭州城里出了名的天下第一贱人，他天天一大早就出来替他老婆拉生意，这还不贱。他老婆？他老婆就是花花。他不是个贱人，
他是个可怜人。哎，您慢用啊。和尚也吃肉啊？你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啊？吃羊肉上火，你得拜拜火。到富春楼找花花姑娘，给你打五折。施主，你今天乌云盖顶，很有可能会被揍一顿。老婆，这么远你都能看出是你老婆？这富春楼就我媳妇长得丑，被揍的几率是最大的。花花，没事吧？花花，好疼啊！不疼不疼不疼，是西瓜太又打你了吗？打他又怎么样？不好好伺候大爷，是大爷把他推下来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下次来让他好好扶着您。他是富春楼年龄最大最丑的一个，我可怜他没生意，照顾他一次，是不好好伺候我，还有下一次。那您说怎么才能让您高兴？下次您来不收您钱，您能高兴吗？打你一顿就高兴了。羊肉啊！大师，你算得真准呐！哎，二狗，花花，花花，你没事吧？花花，花花，你没事吧？花花，看你们这对狗男女的熊样，我就开心。哈哈哈哈哈！呀呀！施主，贫僧头不是卖酒瓶，扎到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才两把，两把就能要你的命？着什么急嘛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其实，你有36把啊。刚好36把。我靠！哎呀！我的腰，老子不怕你的腰法。我这儿还有两把，一刀把你变太监，再一刀取你性命。除非你答应我再也不欺负二狗夫妇，我就饶了你。既然你求我，我就答应你。好。我还有两把呢，在你屁股上喽。啊！有吗？阿弥陀佛。大师，谢谢大师。大师，你真挺厉害的。都是前生孽，今生报嘛。你们前生有赋予他，所以他今生作恶于你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正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正是。不，欠我一顿羊肉啊！走了。啥意思？管他啥意思呢？媳妇儿，你还能接客吗？尽力吧。哎，给我来一个醉生梦死。没了。没有，那就来个醉卧沙场。什么都没了。也没有。今天的酒都被那个姐儿买光了。你去跟他比试，如果你要是能赢了他，你就能喝到酒了。是不是赢了你就有酒喝？
对啊，来吧。哇，那么厉害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没意思，做人太没意思，天天赢，好想输。做人没意思，你可以做狗吗？你说这年头怎么有这么多的妖怪，打都打不完，我不想干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我师父说这世上就有很多妖怪，我刚好又会打妖怪，为什么不打喽？干这行几年了？我七八年喽。还嫩。跟你说吧，我干这行就是为了想找个人，结果我都快累死了，也没找见个人影。你找的会不会是鬼啊？鬼没有影子啊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年我就喝了那杯忘情水。忘情水？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最后还得自己睡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还我一夜不留。换你妹啊！我都快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看得见我，你就心疼我一下。你要是看不见我，那你就想我一下，向我打个喷嚏也行。打喷嚏？哎，你看，看太阳，看太阳打喷嚏。大晚上的，看什么太阳？哎，太阳绝对在天上。你有病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来，喝酒喝酒，来，干了这杯忘情水。现在的妖精长得是越来越漂亮，排场也越来越大。这和尚竟然有金光护体，想不到如此荒山野岭的地方还会有道行这么高深的人。多谢佛祖助我收复毒龙。你爹是毒龙，罪孽深重，要在佛祖脚下修行千年，但你是无辜的，来。
喝一点我的血，有了鲜血，我就可以带你出去。米尔，瑟瑟，向父亲请安。珠儿，进宫之后，让你们办的事情，办得怎么样了？请父亲恕罪。太后、首领太监、御林军统领都已经被我们下了天蚕毒蛊。哼。那皇上呢？进宫之后，我跟米尔深得皇上喜爱，可是我们只能进得皇帝的肉身，却无法取得皇帝的真元。每次我们想放毒龙珠到皇帝的嘴里，他身上就会放出万道豪光，把我们轰出老远。全都因为你们是妖，稍有加害皇帝之意，皇帝身上的帝王之灵就会反击，倒先可以用摄魂丹控制住他，到时他就会变成一副躯壳，再由我元神入战，到那个时候整个人间就由我们掌握。那有何方法可以不惊动帝皇之灵？除非找一个有灵力的人对他下手。准备了大餐，快来享用吧。你这一动九十八次都不成功啊，九十九次都不行啊，那真是上天无眼啊。我砍我砍我。让开，今天我不砍断你的头发，我就砍断你的头。师傅，我欠你很多钱吗？来不及，再来！你以前是做刀削面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手法出卖了你！我一生都没有害过人。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啊？这个小子从小降妖除魔无师自通啊，我以为上天眷顾，但是他前世什么都不记得，如果不把脑袋劈开吸收日月精华，他只有十分之一功力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会不会他得罪了那位菩萨呢？有可能是啊。走啊，两位菩萨，不通上辈子有没有得罪你们啊？如果小僧得罪了各位，那就请受我一拜。什么情况？还有那边啊。
请受我一拜。我现在出门化缘，都没人相信我是个和尚。有谁不想做个光头的和尚？为什么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？观音菩萨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哎，观音都闭眼了。观音菩萨，你为什么要闭眼呢？你快告诉我，我到底为什么不能被剃度啊？是不是我前生做了什么孽，今世要受到这种报应啊？千载情缘不绝，神神相偎，天上地下都是一样，终有一天你能见到他。他？他是谁？他是我梦中那个人吗？快告诉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怎么把菩萨都倒转了？这不关我事啊，是他们两个的事啊。你们两个，快滚回禅房去！周夫人来求死了，把不图拉下去。等等，我打死你！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哎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打人不打脸啊！我就打你脸！说了得打脸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元能，为什么还没准备好？你不是说这是个好时辰吗？庙里有弟子疯了，要造反。方和尚，张罗赵虎，把他给我拿下。是。哎，误会，误会。兄弟伏虎，你是降龙罗汉。降龙罗汉，我今世是来接引你下凡的。不同，你一身仙骨，本来是天上的金童。不是王母娘娘作梗，我早就带你去见玉女了。玉女，你自己看吧，你看看。结果一次，金童玉女这对判神违反天条，我判玉女金童贬下凡间，轮回百世，喝下忘情水，永远不得相见。立刻执行，立刻执行，立刻执行。我知道了，我梦里那个女子就是玉女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你又变回来了。徒弟哥，现在你要马上去天山峡谷降服天山妖怪。我为什么要降服天山妖怪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是菩萨告诉我，让我告诉你。你真的没事啊？你头上在飙血啊？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好点没有？好很多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都没事了。
夫人，你心患淫妾、嫉妒、贪婪、恶毒是不会有福报的。你来本寺求子，虚张声势、口是心非，菩萨也不会帮你的。种善因得善果，还望夫人放下恶念，不要因为一己私欲妄害人命。告辞。悟空，你一身仙骨本来是天上的金土，不是皇母娘娘作梗，我早就带你去见玉女了。好，你千年了，你居然变成了一个和尚。还记得义父说过有一个不得不报的仇家，想当年他们两个联手到北海来抓我，我被压在了佛祖的脚下，被抽去了龙筋，这真是我的奇耻大辱啊！被压了500年之后，我才侥幸逃脱。这些年来，我精进修持，终于又长回了龙筋，而他金童却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，他现在是肉体凡胎，这是我报仇的大好时机啊。义父，女儿们速去捉拿这和尚。不，为父想要你们找到他挚爱的女子玉女。义父的意思是想用这个女人去对付皇上。哼，不错。说好的美女呢？说好的美食呢？想不到我独孤无败，一代波斯首富、国民老公，生性风流，竟然落到吃香蕉的下场。东西吃，有东西吃。喂，他，喂他，叶翔。哇，大哥好凶啊！什么东西最好吃？鱼丸粗面，鱼丸粗面，抹油鱼丸，牛腩粗面，抹油粗面，鱼丸米粉，抹油鱼丸，牛腩米粉，抹油米粉。那里面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还卖招牌菜？就因为是招牌菜，所以都卖完了。人生在世犹如天饼，有起有落，翻来覆去。煎饼侠 low 啊！嗯，干嘛？Captain America！ 耶！大哥，你赢了。切，怎么掉色呢？我就跟你们说嘛，不要买山寨货，不要买山寨货，要说几遍呢？大哥，不是假货。这么丑啊，很眼熟啊，这个怪物有点像那个哈林哥的大眼睛。嘿嘿嘿嘿，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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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这就是天山老妖，你从那边绕过去，下去打他的膝关节。小心！
别伤他眼睛。好正的美子，我的疼。小心！妖怪不杀呀！你们攻击妖怪腋下。想不想飞啊？我又不是鸟，怎么飞啊？愤怒一点就可以了。愤怒的小鸟。Angry Bird， 小火，小火！你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做这样的决定，我真的很愤怒。眼睛了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！哎呀！大眼睛累巴了！累巴了，爸爸，大爸爸，爸爸。去哪儿？不错呀，这儿。哎，你看，我一直就在注意锻炼嘛。你看我一点事情都没有。身上这么大吗？我的也不小，肚子。哎，哎，在我家，不要到处乱走，也不准乱碰东西。洗个澡睡一觉，明天一早就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小心点呢。不同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古话？没有。见他一次污，胜泡十年妞。
忘情水，就是甘心承受劫难。你且一辈子见不了金童一面，十辈子跟他讲不了一句话，又是何苦？万一我们的事情被上仙们知道了，那就是忤逆天庭的大罪。那我们就离开仙界，找一个三界以外的地方。反正我绝对不会离开你。不通，你一身仙骨，本来是天上的金童，不是皇母娘娘作梗，我早就带你去见玉女了。我派玉女金童便下凡间轮回百世，喝下忘情水，永远不得相见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年我就喝下那杯忘情水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行过千山和万水，最后还得自己睡。终于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找我这么久。早知道是现在这样，我死也不喝那杯忘情水。太感人了。那么多不热啊，九龙锦袍，玉带金狮，这是天子才有的行头。嗯，北海毒龙，终于认出我来了。哎呀，你这头老龙啊，居然被你跑出来了。
当年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还不过瘾，今天骨头又痒了是吧？我今天要带他走。想带走我的女神，没那么容易。滚！滚！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那就把这条天蚕吃了。金童，金童，瑟瑟。只要你吃下天蚕，他就会勾住你的心房。如果你不听话，他就会吞噬你的肉。你只要乖乖听话，我怎么舍得你去做这些事情？父亲，你们可先行离开，我来善后。好，珠儿。金童，
放心。没事没事，我去换一盆水，很快就回来。没事啊。你吃了我的蛇胆，就会百毒全消，恢复元气。晶晶在哪里？晶晶如今在皇宫里面，我正想取代皇帝，所以他要晶晶去引出皇帝的真元之气。他逼晶晶吞下天蚕，如若晶晶敢忤逆国诏，他将会受天蚕噬心之苦。我不想看你去白白送死。我一定要去。降龙，国丈扰乱朝纲，惊动天庭。现在玉帝开恩，只要你能得到三样东西，天庭就网开一面，恢复你的法力。不要失去信心，只要恢复神力，你就能收得了这条毒龙。哪三样东西？恶人的眼泪，贱人的尊严，情人的一口气。三件东西加起来，就能打通你的天灵盖，直达日月精华，恢复神力。恶人的眼泪，贱人的尊严，情人的一口气。但记住，此事只能你本人办到，方能有效。最近真麻烦，总能听到神秘的声音。现在要去哪里找那些东西呢？我知道去哪找。大爷，我们复春楼啊，加开超早场，怕回家晚了，老不发现就早点来玩啊！哎，小伙子，你的体格多壮，来来看亲戚。二狗，哟，大师啊，谢谢你上次救了我，我得好好报答报答你。刚好啊，花花今天有空，我礼请。二狗，我今天啊，还真要你报答我。哎，等一下。我们出家人是不能进青楼的，就你事儿多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不说，天知地知你知，对吧，大师？走。哎，这干什么去？我今天啊是要你报答我。我也行啊。啊，不是，我得先吃两片止疼药嘛。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要你的尊严。尊严？小妮啊，上厨房给我找找尊严去。好嘞。不是啊，我要的是你的尊严。我没有尊严，什么是尊严呢？尊严就是让别人尊重你，自己看得起你自己。那没用啊，你可以笑我，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不理我，但是我得有钱赚呢。我们一家人得有口吃的呀。抱抱。哎，小狗。给。大师。哎，大师，像我们这种人要尊严没用。小狗，我给他攒了30两银子，让他去念书，老师说什么都不肯收，说他出身下等，娘是个窑姐，爹是个窑姐。所以二狗，你更要找回自己的尊严，不然小狗以后怎么办？难道一辈子待在这儿吗？那这尊严上哪儿找啊？哪里都不许去。哟，八哥，八哥您来了。八哥，那个花花正好有时间，让他好好伺候伺候您。我是来要债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那天霸哥在赌场赌钱，赌输了，说是我给带来的霉运，要罚我1两银子。我又没钱呢，不给叫我打折我的腿。我说先欠着，我就给忘了。你还当真的来要啊？半个月1两，利滚利，40两。我们怎么有那么多钱？
范哥，40两，那你不是要我命的吗？两个小孩也行，还能卖点小钱。不行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。住手！徐霸天，当我不存在、啊。打！你还恢复吗？来吧。不提醒我，我已经说了，你大声一点嘛！行，等等啊，我休息一下。来吧！他受伤了，已经没有法力了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打完了。哎呦！你们是来害人的还是来讨债的？不要打了！别打了！我要挖了你的眼珠子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当本大爷！你以后还敢欺负人吗？不敢了，对不起，二哥。大师，我找到尊严了。贱人的尊严，跑威。回尊严了，我也恢复1/3功力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登极乐，我都哭得稀里哗啦了，可我的眼泪是没用的。我本来就是个孤儿，从小没见过娘。我把他们害得家破人亡，是我妒忌他们还有个家。
是我的不对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两个小孩。恶人的眼泪，我还差情人的一口气，我的元气要恢复过来了，马上就与你走。皇上，女儿，你真好看。一个女子能让朕痴心至此，朕的手。玉儿害羞，请皇上闭上眼可好？请皇上赶快离开这里，国丈意图弑君夺位，是他威胁我来引诱皇上吞下毒龙珠的。为我索命，定将你生不如死。玉儿，天蚕已经在你肚子里超过三天了，该长出爪子了。有刺客，胡家，胡家！是你，借我一口气。不太够。魏娘娘，说好的情人一口气呢？为什么骗我呀？可能还是不够，还是没用啊！跟我走。
怕你还有几条命。月儿，虎爪偷心。就凭你也想拿我的心？我抓不到你的心，但是我捉到你的肾。我的肾。月儿，月儿，快，乖女儿，快把你的蛇胆给为父，让我恢复功力啊。父亲，我的蛇胆已经给他了。贱人，金童，我找你找了一千年了。我知道，虽然我只是躺在你的怀里，但是我已经满足了。如果还有来世，我还会来找你。你要认得我。月儿，月儿，原来情人的一口气是情人的最后一口气。
金童，不要伤心，玉女跟伏虎命该早解，你现已可回天庭复职，成为降龙罗汉。玉女都不在了，我还回去干什么？我宁愿留在人间斩妖除魔，对付贪官，为人类造福。你打算不回仙界了？对，我要留在这里。好，这是玉女余下仅有的一片魂魄，我把它化作小鸟，永远陪伴你。观音慈悲。